胡总您好，像你这样优秀的员工，集团决定调你到总店工作。啊，甚至是好事儿啊。霹雳贝贝，请慢用。我们的顾客遇到了危险。哎，喂，110吗？哎，我陪你。行动。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个5星好评。行，谢谢先生啊，骗人不得好死。